那我也不是演戏嘛，我是给你真的买嘛，对不对？那也这没有啊。那你就真的给我做生意就可以了，你干嘛害羞啦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卖身，你是卖货。这葫芦漂亮。天哪，有色有爽，而且还是个洋绿色的，而且不翻白。这个想剪，相信还要剪，这个应该很贵吧？我在缅甸买的都是裸石的蛋面，很少买这种葫芦。他们家的话，主要都是小精品比较多一点，有裸石，然后有葫芦，还有这边你看叶子呀，小精品主要为多件啊，全都是那种裸石，很漂亮，种水很好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，姐夫。这个棕油色的呀。这个形状的话就比较好，像这两个的话就稍微比较苗条一点啊，跟我一样的很瘦。但是呢，像我这样的瘦腿子的话，是不受人欢迎的，碰碰的，碰碰的。每次都喜欢胖胖的、厚厚的。对，貔貅，跟葫芦，还有这些紫罗兰蛋面啊，还有红翡啊，你看还有这边裸石的，可以做耳钉、做耳线，做出来很漂亮啊、哦。把这个葫芦卖给我的吧，价格实一点，行吗？价格很实在的呀。那你们看一下姐夫家的货啊，哇哦，种水也是起得非常好的。颜色很漂亮，很油啊，很干净。他用的这个钻的话都是真材实料，而且钻的话特别的闪。把那个葫芦弄给我，下个给我拿个实价吧，行吗？你很实在呀。嫌弃？哪嫌弃你？我嫌弃你的价格，不是你嫌弃我。这个有种有色的东西肯定是质量是在线。你看人家都要封底效果，你看我有封底给你看吗？我都没有，好吧？这个的话是起玻璃杠的，然后这个的话是起了洋绿色，种水也是起得非常好，每一件的话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哎呀，我都好不容易来你家看一次，你又不给我分个漏，真是的。不咋不给你漏，你要看品质的嘛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你看那个价格差不多。人家叫你生姐夫。那我叫你姐夫吧。你看那个价格，你怎么可能是那种价格的嘛？我打的这个叫远吗？打的很远。我给你都是实价。这个葫芦，还有这盘新货，他之前都有给我整体的拍过照片给我看，我觉得还是看来看去还是比较对于这个。小葫芦，哎，去哪里了？咦，跑路了？是你？这要不在了，肯定是我拿的。对，又赖你了。这样子嘛，最后一口价，行，让我帮你开张。真的、哦？左来一个谢谢，右来一个谢谢，你还谈不谈生意的？我也想跟你说呀，你加，我觉得不是加给你了吗？你又不行，真是的。没有多呀，我给你很实在的价格呀。那我也不是演戏嘛，我是给你真的买嘛，对不对？那也这没有啊。那你就真正的给我做生意就可以了，你干嘛害羞啦，对不对？我就会。你又不是卖身，你是卖货。不对。是不是嘛？那你还有啥？你看隔壁老板又笑你了。完了，你这个圈子里面走不出去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是不是嘛？害什么羞？咱们正常的做买卖，又不是。搞得像啥一样的，真是的！你在想些啥嘞？开张吧，姐夫。差距有点大，我跟你说说。行吗？不要害羞，不要慌，不要害怕。我害怕啥嘛？你怕啥？你告诉我。啊，他很讨厌你们两个的摄像头，把他们两个当成空气。我也讨厌他，他越往我前上面走。烦死了！这人坏得很。恨不得拿个帽子挡住。有时候我们出来就是。带着我们家的摄影小哥哥呀，还有小姐姐出来录一下，然后有的老板的话就会有点社恐，然后呢就很害羞，然后就很不想着露脸。没有关系的，我可以叫他们给你打码，你可以叫他们把你 P 掉，把你头给你 P 掉。嗯，那最好。为什么我要叫他姐夫呢？说了卖的就是这个价格。他经常给我买吃的，以前我在隔壁摊位开直播，然后他也是他自己买嘛，然后他也会给我带一份，所以说我还是很喜欢你的。知道吗？咱两个同甘共济几年了，认识几年了，5年了，对不对？圈给我一个新队友。没有，主要是打不到本钱。来来来，最高，行吗？还不行，你把我卖了吧。好。把我卖了，挂在这里卖。好。把你卖了，放在自己绝对大把的有人要的。你看我裸辞这么多，就是因为卖同行的呀。我们都是走品质的呀。确实啊，你看。你先看一下他们的品质有这种高度的吗？我的天哪，里面有小冰佛、小冰种的佛光。他们最多也就是这种品质而已啊。天哪，他们家的话就是品质跟质量是同时在线的啊！你看，很油啊，很干净，颜色非常好。那你这样吧，你让我一点点，我给你加一点点行吗？我们两个取个中间值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？我加你500块钱，你让我1500。没有加你那么多，不要忽悠我。行吗？我哪里忽悠你？加500，问一下姐姐。不用问，问了会挨打，抽一板都没得追。那你让我一点点嘛，就这个价格一片不让吗？你真的是，你这样做生意的话，我要生气了。你要生气也没办法，我本钱管的。哦，这是一分都不给我少。你
看质量啊，我也没有跟你开价嘛，我跟你开价嘛，我少你一万两万都可以啊，还是不行、啊？你不相信我的实在？不是，我相信你的实在，但是你不给我卖，不曾经给你卖过给你那么实在的价格吗？哎呀，那就算了吧，就你让我一千块钱，你都舍不得让我。没有谈你那么多啊，我昨天跟你说的是这么多。你给我说的是这么多，哎呀，你给我说这么多，你刚刚说了嘛，打给同行是这个价钱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来嘛，你就给我这个价钱。开什么价钱呀？拜拜。拜拜。你少我一点点，你都不愿意让给我，你不跟我谈，我找姐跟我谈，真是的，我找姐去谈，真是的，人一点点都不让给我，没有，真是的，走了。哦妈嘞，这个小葫芦。拿去找他老婆谈一下，他老婆的话我们行业里面都叫姐，所以的话叫他就叫姐夫。